6.6加。 来，3000块。
我要杀。坚强的算蛮悠哉的。马家点真的觉得蛮好吃的，鸭腿就这样了，厚度。你这有白青嘛？那南方啊，南方。什么啥？毒烟，毒烟。是利于慈善的战斗上。今天没有了，我不是老板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啦，现在这一件没有了啦。我没有。你们吃了，他已经下完了，刚才两点多了就下完了，没有再下。
碗凉白。7.3+70，来谁的？负的0.45，46是把你的重量。要不要上？好了，好了。大学的。跟秀兰一样，不一样。大学的都有。大学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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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学来，谁的？帅哥，负的0.45，46是男子的重量，要不要上？不用。这个叫马家，是的，跟你跟你讲北方啊。帅哥，负的0.45，46是男子的重量，要不要上？没有。还没打冰的这些篮子都是可以挑选，但今天好剩，剩蛮多不错的。就是臭肚，臭肚真的有点小，不过臭肚真的清蒸蛮好吃的。马家点，马家点我觉得用烤的就有差异感就出来了，薄盐下去烤就落差就可以感觉出来，跟其他鱼不一样。那鲤鱼刺虽然很多，但是我觉得它的肉质很鲜嫩，它的肉质很细致，不输给我觉得可能比白鲳还差一点，但是我觉得它肉质。肉质跟它的价格来说，我觉得 CP 值非常高，但是它刺很多，但是你就是如果你用干煎，煎到整个焦黄的感觉，那个香味会让你受不了，这臭度比较大一点。
这是青鱼。南山在下面。如果你来台湾，你可以来看看这个蓝井，蓝井面应该还有不少不错的鱼，大家可以来这一区，然后选完再去称重。你在那边拿了吗？